到这里。Beyond our subject. Where's my chair? 还有帅。Hey. 小光头过来。你有什么理由知道？就我们刚刚在吃大便的时候。加法伺候，加法伺候。我先上包了，我先上包了，不然你打大大五。摄影机没开啊。今天没干。哎，我的影子呢？机会已经开了。啊，那个上一段就是加速度哈，我们来谈上一节课刚刚的事。哎，白色特，哎，我的是橘色嘛。啊，我打字你念一下，一个那一节是橘色 ，S I O two， 一个是六 A 十的二三四八四。好，这第一个题目，同学如果你们对于那个我们其他课讨论的事情有兴趣，你们可以研究一下。画什么东西啊？写什么东西 ？Apple 怎么大？我现在在解释嘛。我 I'm explaining。哎，我在解释，我都画啦。那鬼画都是画，都是那个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OK？ 你不知道不能随便下评论、下评语啊。好了，那个我一些题目我拖在那个学社上，或者是拖在那个。你看不懂吗？我现在解释啊。你们可以有兴趣可以来打打看哈。那第一个题目是说，地心跟地壳的旋转速度是不是要快？好像是的。OK， 这个不是我要答。地壳跟地心啊？是或不是？应该有个说法。如果你觉得是，为什么？有没有证明过？有没有谁证明过？他怎么证明的？如果你觉得不是，他怎么说不是？他的证明方法是什么？他怎么证明的？OK， 所以你要有个说法，而不是只告诉我是不是。我觉得地壳转得比地心快。OK， 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假设是用离心力的话，就会因为一开始它可能会比较慢，然后它转一转就越来越快，只是这样子，然后就变得快，然后它就开始带动地壳。哇，他跟万人心有灵犀。他们在造钟啊。废物。啊，地心力。可是我们讲的不太一样。地心有一块有比较低的。地心是有一点不平，所以地心有一点不平。哎，好 ，Hello， 来踢馆的，我有，我有，我有。他说那个显微镜的标准里面，左边那个，左边不上方。我要吃钙片。对，钙片就在那里面。钙片就拿。OK。我的骨头不好，我要吃钙片。好了，同学，那第二题呢？第二题是地壳主要的成分是二氧化锌，但是没有恒星嘛，你就不给我对。画不出来啊！六芒星太难画了。没有，太弱了。你看一下，二氧化锌。地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锌。你说有太弱。告诉我，二氧化锌它组成的结构应该长成什么样子？应该是石头。啊，现在不要告诉我，去查，去查。你现在告诉我，都自己想想的啊。培养皿吗？培养皿现在都被人拿去当盖子用，拿去用人家这边石头。拿去当盖子用。不能靠。你先拿去，这盖子四个盖子可以拿走。啊，全部拿走。一个就好。OK。全部拿走，要拿的。可是这样子实验就不准了，所以要拿都要全部拿。对啊。他们的影响因素。你们都不知道在实验什么。先你看，没关系的，这边是我看，我都没有说什么，你们哇哇叫的。他干扰到我们，是你干扰到我啦。我，他都没有干扰到我，都没有觉得，我都觉得没有你干扰到我，你说我影响到我的情绪。你说为什么？你那窝一直那又忙，不对窝嘛，那只是我的问题，是你的窝。对啊，什么叫忙？一个不对的话，停。假
不是那个让我们大家都找出答案的。你要写六芒星的。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六芒星听起来超帅哎。那是六芒星吗？不是，你要看很多的听起来。是啊，这不是二氧化硅，它是个立体结构啦。它是是啊是，你讲你画那个是啊，你画的是，但是它只画一个，你要画很多，你要画很多的拼在其他的呢，样子在其中是怎么拼出来？就是一样画，怎么样画？一样画。OK， 那没关系，不用觉得，你要找到证据告诉我。你要找到别人，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做这样实验，但是你可以上网去查人家做过的实验或者人家的文献，来告诉我他怎么说的。所以第三个，地面是用二氧化气组成，所以主要啦，没有说都是啦。哦，所以我只要弄出二氧化气，我就可以制造出地面，所以我就可以制造出全空之城之类的概念。当然不是啊。有啦。我们不是啊，不是这样吗？不是啊。比如你这样一想，就说我如果知道月球的主成分的话，我就可以在地球做这个月球，然后让它绕地球转。对啊。当然不是啊。我随便一块钱都可以在地球绕着地球转了，干嘛一定要做成月球的形状？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它绕着地球转的原因就是它材质，它绕地球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会消到了，啊！但是它绕着地球转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质量，因为地心引力啊，它会飘在空中也不是因为它材质的关系，不是说我知道地球的地表的结构之后，我都用这个结构就可以做出一个天空之城，这两回事、啊。我也可以做出一个那个二氧化气铁的天空之城啊，我可不可以做出来？那个二氧化气铁还行啊。事实上现在就有嘞、欸。真的假的？当然知道。干嘛要天空之城？反重力。你不是反重力，用反重力啊。反重力。可是那画的很高啊。这个另外一个小题目，给你去查一下，这叫 ISS。ISS。我可以先去查一下，我知道 Aris 是什么，好不好？好，国内下一个站啊，是，啊，你已经查出来了，那不是天空之城啦、啊，那太空之城，天空之城就像卫星那样的、啊，有个 A P P 哈，有个 A P P 你可以查 ，Aris A P P， 跟它太空站到地球，每90分钟绕一圈。非常快哦！它绕地球一圈就要90分钟，所以它漂流在地球上面大概是我印象中是150公里还是100公里左右的位置，所以它一直在绕地球，它在观察地球的各种状况。事实上，重点不在这里，它事实上在做实验，它上面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而且它的结构上，它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个国家，它就发射了两个太空舱上去的，就在地球上绕。然后呢，其他国家说，我要做别的实验，我可以做。那不好意思，空间不够，那我自己准备了啊，再接太空舱。然后现在一接，越接越大，越接越大。现在每个国家，很多国家有，现在有其中有好几有一两个太空舱是日本的。台湾的好像没有。现在有美国的，有苏联的，有欧洲的，有英国的，很多太空舱接上去，然后就接太阳板，然后就接一个太阳板。我接太阳板，对不对？我就有电啊。那我要做别的实验，再接个太空舱，再接个太空舱，再一直接，这样很大。你说这是天空之城？不是啊，天空之城上面是有花、有草、有树，然后还有天空。停，他们已经做实验了，在上面可以种出蔬菜。可是他们又不能看到蓝天啊，只能看到。那有一天嘛，有一天可以吗？可以啊。你可以期待吗？我也要。我已经，他已经可以在上面种植蔬菜，那以后也可以在五颗星上面养羊啊。不，照羊说，那应该叫做太空之城吧？那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天空，一个太空啊。所以想象力不够嘛？人家给你画一个，这个是天空之城，就长这样，你说哦，天空之城只能长那个样子。不，天空之城，我觉得天空之城最起码要在天空，不在太空吧？太空跟天空有什么区别？没有差别啊，它只是一个有重力，一个没重力啊。天空有重力吗？对，天空之城是有重力的，没有错。天空之城是有重力的。因为你看人掉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好，停。太空之城或者是 ISS 可以制造重力。可以啊。可以啊。对啊。静电力跟重力又不一样哦，静电力。我看了，可以模仿重力。它可以模仿重力，怎么模仿？你看星际效应有看到它模仿重力啊？有。怎么做？就他可以打棒球，他们可以棒球比赛。你都没在看？哦，有，我有看到，在那个
哎，坑，那球就不会回来了，你不用管回气啊。每个球都就是全力打啊。啊，我知道我在天空城的想象中，底下有陆地嘛，就是可以从底下直接啊，就是陆地哎。对，同学啊，你在太空站上看到地球，哎，你看那边有台风哎，那边有龙卷风。啊，可是跳跳就是不行啊。坐坐啊，你不能直接带着降落伞往下跳嘛？当然可以啊。可以哦。当然可以、啊。不过看到那种金牌特务。不是啊，我说当然可以，我没有说已经成功了。好烂哦。他不就是带着那个，然后飞上去。可以啊。啊，那个。是，那我刚刚听到，就是六七千，一的那种老费，老费的，对呀，老费很好，就是那个文具，你就觉得怪的，没关系，这个东西我现在没有答案，查清楚来跟我们讨论，再讨论这个，我们可以找作业指导时间，或找如果课程讲完的话，可以讨论，好了，来，第三个题目，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去证明，告诉我科学家怎么搞清楚一墨等于。六乘十二三次方的原理是不知道的一墨一墨对对对就它是定义吧它怎么是定义它不是定义它是被找出来的多少它经过实验证明它是这个数字它可能是连上四节跟自然有关的对不对你也就知道我的事情你有多可能你不要问我它是刚上完两节地科然后你会改两个字对对对对对没有说没有超勇的超勇的超累的好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复习，我希望15分钟之内可以复习完毕哈。来，我这个 S D 图 ，S D， 哦 ，S D， 傻逼。好，请告诉我，请告诉我 ，S D 图是什么图？度度，那个时间跟位置。好，简单来讲，哎，这位同学，位置是 X， 为什么要滑手机？没有。查什么？查东西。那不是现在该查的事情，这是作业。哦。This is homework. Homework. HW。没有回家。宿舍就是你新的家啊。宿舍就是你的新家。好。你跟家和猪头一样。S T 图。S T 图就是位置对时间的关系图。啊，记性不是时间对位置。我们通常习惯讲是位置对时间的关系图，好不好 ？S T 图。如果 VD 图是什么讲？速度跟时间。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啊，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起点在哪里？大于一的某。大于一的某个点啊，你可以想象一下 ，ST 图，它只有 ST 图表示说这个东西它只有一维而已哦，所以一维就是一条线上，假如往这边是正的，往这边是负的，原点在这里，它一开始的位置会在哪里？原点吧。原点吗？不一定吧。不一定。在某一个数。它从哪边开始哪边就是原点。图上在这里，没有没有没有，图上在这里，它告诉你它的起始位置在哪里，一开始的位置在哪里。在某个大于零的数字上。OK， 这样讲才合理哦。某个大于零的数字上，某个大于零数字应该在哪边？在零的右边。零的右边啊，在这边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同意我的意思吗？同意。啊，就是你拿一条绳子，在上面先标个记号，这叫零。然后你把一只蚂蚁放上去，放上去之后蚂蚁已经开始走了。这时候你放好再给计时，这时候蚂蚁没有在原点了，蚂蚁跑到这边来了，可不可以？可以啊。啊，你不会说一放你要去找码表计时，开计时的时候蚂蚁跑到这里了。啊，所以你看计时那个点，蚂蚁在这里啊，蚂蚁已经跑到这里了。这样知道意思了吗？啊、yes. ，所以这个图就表示说，我一开始计时的时候，蚂蚁在这个点上了。不过有些人用那蚂蚁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蚂蚁怎么往回跑啊？不可能往回跑、啊，这张图。这张图有往回跑。你可以到下面。对啊，这张图当然有往回跑， okay. 但是没有所谓上面下面的问题啊。我们讲是管它在这条绳子上。我知道，我说是在那个图上可以到下面。也不用到下面啊，从这边到这边是往回跑啦、啊。哦，对啊。对吧？它只没有跑过原点而已啊！啊，现在接下来怎么跑？它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它怎么跑？怎么跑？我们讲怎么跑，就讲说它状态的改变啊，它状态改变怎么样？状态改变的话，我们在讲的时候会讲说，就是等速、加速，或者是静止，或者是怎么样哈？等速度。是等速度吗？没有，对不对？讲到加速度。是加速度吗？不是，是减速。是减速还加速？加速。
加速还是减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边的斜率，我讲斜率知道意思吧？斜率就是每单位先所走的距离嘛，啊。这边所走的每单位先所走距离，跟这边每单位先所走距离谁比较快？当然下面了。是不是这边比这边快？有啊。这边比较快，对不对？所以这边速度多少？不知道。很快啊。不知道，我们假设正好不好？啊，假设正的。正的在这边，假设正的，所以这边速度在这里。这边是一个点哦，不是一个定值。好，到哪边速度是零？有没有零的位置？速度有没有变零？没有。速度没有变零。一瞬间变零又。这边速度是变零。对啊。啊？速度还是要继续的。看着，这是粉笔往上丢。速度有没有零的位置？有。顶住。哪一点？零点嘛，这个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哦，对啊。对不对？你现在看这个是分体哦，我丢的时候有没有速度变慢？有。速度变慢。有。哪边速度变慢？它往上升，跟它要就是快到顶点那个。对对。其实它一直在速度变慢，它从离开我的手开始速度变慢，对不对？离开我手那一刹那速度是最快的，然后慢慢变慢，变到这边静止不动，那一刹那静止不动，然后开始变快，变快，到我手碰到手为止。所以它是一个一直在加速，一直在减速的一个运动。所以假设的话，就是一直在减速运动，这条线应该怎么画？往下画，往下画直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速度越慢，是吧？是或不是？是。是哈。然后先试嘛。不能耸肩膀啊！你来告诉我哪里知道？不能不知道，是我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不能说不知道，你只能说我想知道。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你要告诉我哪里不知道。想知道。这一点的速度是零，没问题。你想知道。这一点的速度，假设你这个区域来看的话，这一点的速度是最快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同意。好，速度多少我不知道，就画个点嘛，表示速度，可不可以？可以。好，我现在之所以没给你们数字，我没有给你们数字，实际上也是要让你习惯。在我们这个阶段的讨论，很多时候就是用感觉，不需要数字。但是我这条线的话，这个点可不可以画在这里？不是，我这个点也可以画在这里。看你的那个单位在哪里？看你想要怎样。就这个图形上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不行？不能叫把表示你怀疑你。因为它的速度是正的。OK， 速度是正的，这个不能画在这里啊。为什么它会告诉我速度是正的？你可以不把它当圆。因为你是一直往上啊。哦，没有错。我再往这边移动嘛，我再往这边移动，速度就是正的，合不合理？合理。因为我们定义的嘛，这个方向是正的嘛。对。所以这个蚂蚁一直往这边走，一直往这边走，它往这边走，它越走越犹豫，哎，我是不是走错了？所以它越走越犹豫，它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它就能停下来。它在这边就停下来，我是不是走错了？它决定回头，再往这边走，是吧？它是回头了。这是回头了，或者回头该怎么走？回头它的速度是变快还是变慢？变快。所以回头之后速度开始加速，对不对？是不是开始加速？可它加速是反方向加速还是正方向？是反方向加速啊？反方向。反方向加速，对。所以一个对，只要反方向加速的话，那它也是要慢下来才能折返啊，不然反向之后直接瞬间转回再往回。有啊，它有慢下来，它有到零啊。对，它有到零啊，就像我丢粉笔一样，你看，它到上面，它到上面那一点，它决定折返了，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它很决定？有没有它决定折返了？啊，这不是，但不是粉笔决定折返，但是粉笔就折返了。对。对吧？啊，这只蚂蚁也是一样啊，它哎呀，它就开始往回跑，对不对？可是我看那个弧线，怎么看都是持续加速啊。哪边持续加速？就是那一条啊。这样子下这一条吗？对，这条持续加速啊，持续加速，但是是往反方向加速吧？对啊，没有错啊。你看这边是不是也有静止的地方？然后过来就开始持续加速，加速到这一点，对，对不对？啊。到这边其实有一段距离是开始减速嘛，因为它这边又回到零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先把这边画下来嘛。但是这边有一条线。
王胖这条线是意思，他这边又开始减速了，因为他开始要到停的位置。所以好了，我们这边是持续的往负的方向前进，所以他是不是一直往前走？嗯，对不对？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面积代表什么？他所走的，他所走的距离。从哪边到哪边？从出发的地方。出发的时候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好，肖老师上来画一下。肖老师，谁痛啊？秃头肖老师。各位同学在来，这块面积代表他所走的距离，从哪边到哪边？从这边到。这是 v 是速度啊，这边没办法表现它距离啊。你要从 ST 图上画出它的位置，它的距离是从哪边到哪边？从这边到这边。所以是这一段。往下。这段代表什么？同学，他画的曲线，这段代表什么？距离。时间。代表时间的，他经过的时间啊。好废啊！啊，距离在哪里？在他头。老师答你。哎，对，答错。答错了。先往旁边跳一下。距离指的是这一段哈，这一段叫做距离。是吗？对吧？这段代表距离，对不对？这个斜线是表示它上面的关系，是说我在这一点对应上的距离，我在这一点对应上的位置啊，位置正对应上，我这一点对应上的位置，但是我手肘的距离指的是这一段，对不对？也就是说，这只蚂蚁它从这边开始移动，它移动到这边停下来了。我问你说，手肘的距离是哪里？你会讲这一段，对吧？是不是？我讲开始移动到停止那一段距离，这叫它所走距离嘛？对。清楚吗？哇！哎，自己拿起棍子，自己打自己，快点快点。不要，自打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那问你，那这块面积代表什么？这块面积代表什么？难得。这个面积代表什么？啊？反方向所走的距离。它折返的距离是吧？嗯。没插电啦，你这不会想一下没插电？哇！怪人的特写哦。啊？怪人的特写。哈哈。怪人都有味道。那都不怪人。哈哈。完了，坏掉。小雨，镜头坏掉。已经坏掉了。嗯、我不知道啊，现在大家都在忙，都在忙什么东西？忙什么工作啦？太热了，太热了，好吧。好，开电风扇。这一块橘色的面积代表什么？它代表它走的距离。往那边到那边。它往回走。它从上一个上来挂一下。哦，学我，小老师，小老师，皮卡丘。小老师，来。好。这一块距离是哪里到哪里？不是你可以觉得的事情，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啊，上来试试看。对啊，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又学到东西啊。不如我又废物了。你一直都废物啊，不是吗？不要你行。OK， 好，谢谢。好神奇啊！对不对？好的，好的。啊？没关系。来，那个奥运什么歪掉了？哪边歪掉了？好，给他直接点的歪掉没关系。我问的问题是对或不对？对啊。站着对的请举手。两个，没有一个半。赵东表示状况化。赵东。什么状况化？把你的手伸进去那个十秒钟好。你讲完那一段十秒钟之后，好，接下来我们已经淘汰出来了。我刚上一节的。所以那段指的你知道意思吗？我知道啊。Okay， 好，请报价。我们现在讲的是说，我们上次讲过了嘛，在 BD 图的面积代表那个时间，这个时间它所走的距离，这个时间它所走的距离是不是直接把这关系图画出来，投射到这个纵坐标的位置，就是它所走的距离了。我刚才讲的就会有什么？不要你讲的是，然后对。好，那我再讲一遍，这一段。所走的这。
这段面积代表这段时间，就把时间对上来。这段时间它缩小距，那这段时间缩小距怎么看呢？是这一点对上来的这一点，跟这一点对上来的这一点，把它画到 S 轴上，这个距离就是它缩小距离。对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我到现在讲外国话，就是讲的是不是人话？不是。不是。谁啊？所以听不懂吗？所以听不懂吗？听得懂。好 ，Anyway 哈，像我现在随便画，我现在随便画。我说，假设我现在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我现在不知道 VD 图，我没有画 VD 图的话，但是我现在想知道，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它所走的距离，但是 ST 图已经有了嘛？你可以从这两点画出 ST 图吗？哎，对，有难度。有难度？为什么有难度？往上画，往上画，然后呢？来，画面上画一下。好悬！哎，我要拿尺。哦，没有脸啊，那张尺不够长。五尺之土。太过分了。哎，对，还不够长，但勉强啊，先画一段，再画另外一段嘛。不要这样画，你可以先画到点嘛，先把点画出来就好了。点到点。这也可以嘛？值得。给你，这边，这边，这边表示。你看看。我也点了啦。我跟你讲了，你就画一段再接另外一段就好了，干嘛要这样子画？啊！我应该很好歪呀！啊，对，然后嘞？然后嘞？就是想怎么样，先把尺拴了一边。然后你找到关系图上这一点，它的位置在哪里？就这个时间点，它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嗯，这只蚂蚁的位置在哪里？这只蚂蚁的位置在这里。OK， 画出来。啊，这个时间点，那妈妈也会在哪里？好，所以他所走的距离在哪里？所走的距离，哦，就从这里到这里。OK， 很好啊、哦，就是应该画水平线嘛，对不对？通过这一点，画水平线通过这一点，所以基本上这个距离就是他所走的距离，合不合理？合理。这样会不会画？会。会画吗？当然。这样会画吗？我去洗个手。手下不会。哪里不会画？就不会画。奇怪怪的。拉下去。这，我把这两张图画在一起，表示时间是一样的时间，共用的时间。对啊，对啊。啊，所以我跟你说，这一个时间到这个时间，它所走的距离，你只要把这条线延伸上来就好了。同样道理，我简单问你，从这一点到这一点的时间，它所走的距离会不会画？拉上去哦。对啊。这样就是距离啊，拉上去，那我们拉不是拉上去结束了吗？拉上去之后呢，接下来看什么？弧线。不是看弧线啊，我们就是要把它对应到这边来。哦。这个距离就是说距离嘛。不是。哎，对。好神奇哦。这样会了吗？哦，懂了。这样懂了吗？赵总完全理解，完全理解了，完全理解。所以我们再回来，刚刚紫红所画的这个部分对不对？紫红表示他在拍照，画距离的话不对。好，哪里不对？请上来说明。上来，赵总绝对已经完全没有。是 iPad 的错。哎，他拍到赵总，他们手好稳。嗯，他赵总出去又不会滑了，好厉害。他上面两个没写这个，这段很距离啊，就是看他手好稳，是。啊，他讲这段距离有什么不对？我以为你说这段拍的时候。对啊，这段距离等于这段距离，这样对不对？这个面积等于这段距离，对不对？哦，你要不要把它应该整正方形？好，可以先回去。来，子龙，你要不要想看？你刚画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因为这地方图有点小啊，而且再加上刚刚赵东让你画上去之后就不知道到底画在哪去了啊，因为这条线它画来之后把那些涂掉。我掉了太紧张了。我这边这条线早就画这样子嘞，记不记得我白色这条线？好了，紫红画的呢？第一个，我现在说这个时间点，对，这个时间范围，这时间范围对上来是不是这时间范围？对。这时间范围再对上来是应该是这个点，而不是这个时间范围。画中。哦，画到这，这边这个是
手误啊。对，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小小的，我都把它放大来放的话，它是这样子，可，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短，所以从这个点到这个点，它有小转折，就是这个界限，懂我意思吗？从这个点到这个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距离，比较大的时间间隔，这样懂我意思吗？赵老师看到我比较小转折。就是照这边，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间间隔，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时间间隔，哎，懂意思吗？啊，那只能画的，就我来讲，它可能画到中间这一来，但是只能说它是不想画错，所以理论上正确的话呢，它这条线延伸应该是画到这里才对。好，画到中间这个点呢，就是一般来讲，假设我一个 SP 图，嗯，我是从这样子过来的话。我从这边速度是零嘛，是不是？速度最快的是这一点，是吗？应该不是。是哪里？这一条线到这个点到这个点，谁的速度最快？中间那个。中间这个点速度最快，对不对？你看到这斜线这样，往下到这边，哎，这个斜线它就平缓了，所以斜线最斜的是在这里。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在 ST 图上最陡的表示速度越怎么样？快吧？最快啊，对不对？是越平缓的到零的时候是水平嘛？对，所以啊，然后它是中间它就已经对最快的地方，只要在中间就是最快。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OK， 哦，都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讲，这边是在加速，过了这条线之后在干嘛？在减速哦 ，OK， 好，在减速哦 ，OK， 好，同样的在这边，这条线的左边在做加速，这条线的右边在做减速，是这样的。好，我们讲速度大小越来越快，越来越慢的大小是这样看哈，所以这边是越来越快嘛，你看速度是零的时候，到这边是多少？是负的速度啊，有速度对不对？